莉亚，妈妈明天要去超市买东西，你想妈妈买什么水果？橘子和葡萄可以吗？因为我很喜欢甜和酸的东西。不错。你还想妈妈买什么零食？你可以买薯片和饼干吗？薯片不可以，因为薯片不健康，但是我们可以买饼干，好吗？哦，好吧。你还想买什么饮料？你喜欢柠檬汁还是苹果汁？你可以买柠檬汁吗？因为我很喜欢柠檬汁。好的，明天早餐你想吃面包吗？我最喜欢面包和鸡蛋了。好的，那妈妈会买一些面包回来。我也可以吃面包。你也可以吃面包，那妈妈明天去买面包，好吗？好的。